他叫田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这支名叫木制品乐队的主唱。田伟喜欢音乐，能在音乐上有所发展一直是他的梦想。大家都叫他周三，他是一名高速公路的收费员。由于对音乐有着共同的热爱，他和田伟一块组成这支乐队。在云南曲靖老家，他们享受着音乐，也享受着生活，但是他们更向往外面的世界，更希望有一天靠音乐能出去闯荡，去实现自己对音乐的梦想。我这里个口味就成了，我们南方人的特色是什么呀？羊肝。你们晚上在这里吃？那没得啊，吃那边飘光了。你早晚都几点钟？哦哟，三点来钟，到时候演出完喊我们吃宵夜。吃宵夜。这一天，他们找到打击乐手谢松，商量着希望能出去发展。我觉得他讲的他要去这个是人了嘛，但是他跟我讲的说人有他自己的理想也有梦想，那么梦想不可以实现嘛，理想他的实现就是他去闯闯了嘛，他说个闯闯他那种如果闯走了嘛当然更好的，闯不走了嘛他再回来他就会安心的去找份工作，背着一把吉他冲天下人都够，你就自己个穿。你像那个潘龙，30几岁才学，够不？那我就说喊他，你既然学音乐，要搞这个，你就请一个，够不？那心情自己也很美。年轻人好多想象太空洞了，不切实际。这是最大的毛病，这个我不太支持。你走这条路就是一条死路，我已经明说。你没得任何资历，你搞吧。你看像我就是这个人家中央电视台主办这个青年歌手大奖赛，人家那些报名的都是中央音乐学院、解放军政治总政歌舞团那些学生，人家资历在这摆着。你要经过系统的培训学习，对不对？你比你这个江湖唱法你就像是闯事儿，太吹牛了，这东西真是。那我们不喝的喝酒喝啊，你们喝挺大的酒啊，对吧？皮松把冲了吗？那个了老弟，都顶了。云南有很多素材，有很多这种曲子唱出来比较上口，比较好听。啥呀，董志杰？啊，我妈讲这些，我只好演。你们这代人呢，确实也恼火，你们也是生个红世的，也不像我们那哈，就是哎呀，只要你读完书出来。你就有工作，有份工作，你们就艰难，真的是。
你就要靠自己去勤奋的去做个，自己选定一条路，我相信你们能成功。成功的是自己一定要付出，不能玩，不能玩，因为自己有种紧迫感了。小我们岁数还小点，先从我们岁数大还得走噻，等些长大。2006年5月1日，踏上了火车，带着梦想，木制品乐队选择来到了成都。田伟坚信，在这个城市，他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梦想。我们全成都最牛逼的一个男子，他的主人既然不出水。这个红辣椒可以煮的里面啊？为啥不可以？不可以啊。嗯。好，很简单，我也不用，我有吃，不需要吃生态好，那比这个差点都可以，有烟抽，有酒喝，就行了。而且我抽的烟不贵，就是2块钱一烟，酒就是几块钱一瓶那种。能吃一顿需要多少钱？能等于要啥呀？什么？能吃一顿能吃多少钱？我不知道。嗯。这两天是特别牛逼，特别省，顶多一顿，像造价，比如说今晚要吃的，就是2块多，全部人吃，连着米，连着油的话就是，应该是4块多，全部人吃，4块。看到什么？I'm not afraid to die.
破屋而逃。所有酒吧都开始转播比赛实况，也终止了他们短暂的演出机会。没有演出，也便没有了钱。但是，他们依然乐观地面对着这一切。人家都说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事情。我觉得，钱不能解决的事情，对于我来说都不是事情。只有钱能解决问题，对我才是事情。因为我们除了钱，什么都有。那其实我经常讲一句话，我没打车，比如说哦又打车老子，我想打钱嘛，老子出了钱什么都没得，是不是？十几岁是开车，我突然看我一眼，我真的去经过日子，人穷只剩钱。太清楚了，翻过来，这个是写上的东西，太麻烦，我把它拿弯呀，快崩腰一下，还把它填我的肚子了，你想，是不是？你看填我的肚子。那说话有点像女人的，好像呀，我站了半天，我手机拿上丢一眼，他会砸的，丢这个啊，是什么？肯定会砸，我日，你放这种丢，肯定会砸嘛。该要找哪个来玩？有也不会拿给你。老子弄出娃娃来，老子养你。千万不要说假话嘛！我觉得全世界再也没有我这样的男人，相当坦白。从来没听过这种恶心的话，我是。还有一点，还有呢，我长得跟啥子似的？哦，那是私人皆知，你不用说了吧？我特别想当场。他这边还没人了吗？先坐吧。这刚给我点都不我相当棒。哎呦，你看那个，你看人家端的是啥东西，你看人家端的是啥，哈密瓜拼盘。
演出现场是冷淡的，观众并没有在乎他们的存在，而他们更关心的是演出之后能给他们带来些什么。今天是10月1日，也是谢松女友的生日，经纪人已经很久没有跟他们联系商演了，生活费所剩无几，他们只好在建议棚里用自己的方式为谢松女友庆祝。半个月过后，依旧没有上演，连吃饭都成了困难。他们已经没有心思进行排练和创作。而就在这个时候，周三选择了离开。Oh.
忘记那歌词的。嘿嘿，哎，你晕过去。这么有名的诗你都不会，还穿大的。我也不是文学系。其实我也不会。文学系的都会。君子居几时还？夕阳山外山。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哎呀，你睁眼嘛，干嘛？有时候去个酒吧，那个是个另外一个乐队的鼓手开的酒吧，他是家里面人拿钱给他开，他在成都算是一时无有的，他在搞音乐，他在天不是时常跟我讲这些音乐要执着要坚持，不要太商业化。我告诉他一句话，我说当你在我们这个八楼顶上谈的是你对音乐的坚持，你对音乐的执着的时候，房东靠我们说这个月的水电被你们该交，这个月的房子被你们该交的时候，你们用什么，用执着还是用理想交给他，还是要用钱。我以为鸟儿长出了翅膀就能够飞翔，上楼现实与理想的错位，周三的离去，十九经成为天伟与谢松的生活必需品。而这个时候他们到成都已经半年了。我真的在半年，我遇到事情很多，我真的喜欢很多。要说实话，我永远记得从曲靖出来的时候都是这种信誓旦旦要在成都打一番天下的，两个月点脾气，磨了一点脾气，任何人都有脾气，包括我。我本来我三个在一起产生不出创作火花来，没，基本上没得共同点，没得创作的激情了。我觉得这个是让人音乐人这个艺术创造者最感到悲哀的事情。因为我们把大把时间花在别人地方。是啊，我们把大把时间花在怎样维持我们的生活上，我们都没想过。我不知道这个事。虽然我们口头上还真真强强的说是，勉强挣扎的说是，为了音乐而出来，我们是为了音乐，但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只是。我没看到我的音乐出来。人家妈还得比你考公务员。哦，年年比。你到三十以后就不会比。钱又没得，养都没得，人也没得，还学人家考公务员，不好，死都不好。这法师永远不在中国，我觉得。咱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过，生活就该千姿百态，想好了你再说。最后他们用租房的押金买了回家的火车票，选择了离开。我以为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和家乡一个样，我以为只要弹几把歌唱就有可能没悲伤，
谅解我吧，我的心啊永远在你身旁。原谅我吧，你谅解我吧，哪怕雨天我也遍体鳞伤。也许一天我会迷失方向，也许还是没人听我歌唱，也许我要学会孤独张望，也许时间会把我们遗忘。